百度一下，生活更好。上百度 APP 看《极限挑战》更多精彩内容。回家，回家。对对，他得测呀，测呀。在这个西游主题园游会内，有五个挑战点，每个挑战点的要求和奖励各不相同。挑战成功将会获得不同数量的掷，集齐七颗掷的人就可以去城门处击鼓，前两名击鼓的人可以获得验证的机会。你好，您这里可以挑战吗？可以，这是四个人的游戏。杨浩翔，玩游戏了，还需要四个人才能玩。四个人玩，那两个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我们要玩什么？首先四个人两两分组，分组完之后两位挑战者面对面喊哈哈，当第一个人喊出哈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再加上一个哈字喊出哈哈啊哈，另一个人再加上一个哈哈哈啊，对，要是游戏中途有人忍不住笑了，这个人会被淘汰。哦，笑，我从来不笑，我从来没笑过。获胜者会得到几分？来，咱俩先来吧，我先开始了啊，等你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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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这大傻子游戏吗？这是你笑了，你笑了。没有啊，啊，不可能，只能说他比你更加冰冷。哥，我们俩来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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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你笑了。我嘴角有上扬吗？你笑了啦？我没有笑啊。笑了，笑了。哼，我走了。你们两个，我要跟这个冰冷的人一起哈哈吗？对。哈，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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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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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有人给亮哥数着吗？我数着，我数得很清楚，我这有珠子。好的，好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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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他数错了，数着呢，我也数着呢。你自己，你先说你数几个了？十四个，十三个，十三个数错了，我这手指头就摆着呢，因为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再加珠子一二三四，这样端二三四这样。嗯，怎么 ？All right， 哇哦 ，All right， 啊，行吧，给你吧，给你吧，你会得到两个积分哦。我们比谁不眨眼吧，亮哥。我不想跟你玩。我们这个游戏呢是单人挑战。好，我们这前方有三块的 KT 板，以你的这个轮廓量身定制，均匀加速的一次性跑过去，说明你挑战成功。要是你在三块 KT 板当中突然出现停顿了，三块 KT 板其中一个有破损，你就失去了挑战资格。好的，好，开始。现在你要试玩一次吗？直接开始了。不行，你挑战失败。我说匀速加速跑，那就试一遍嘛。预备，跑！挑战成功。我就贴两个了。啊，对，就两个。那我也挑战。你也要挑战？这个游戏太适合我了。可以试玩一次，你要试玩一次吗？不了。好，预备，跑！可恶啊，那试玩一次吧，这张试玩的。预备，跑。可恶啊，不玩了，两个游戏都输了。这是几个人的挑战呀？ Hello， Hello， 可以挑战吗？可以，三个人。三个人的游戏啊？哦，那你去下边就往后看看。为啥？
你得过线索了，我先来个。你有个线索了，我们仨没线索的人来吧。哼，那我去后面。那我们三个人来吧。好，三人成一，你们完成动作并找个人坐下，坚持三秒才算成功。你们觉得可以了，我们就正式开始游戏。哎，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啊。可以。那试一下吧，你们脚怎么放呢？教一下我们吧。右脚。对，咱互相往后躺着，咱互相手上使点劲儿给扶着对方。我躺你腿上，你腿伸出来，腿伸出来。去，腰别折了。二走。现在行，等会儿都起来，起来，我脚有点拧，我你们脚有点拧，起来。我脚是拧的，为什么？你们一松劲儿就全垮我身上。哎，就三秒钟嘛，咱们撑一下嘛。撑不住，你构架不稳，那一上来你就倒了。咱们试一下。你是往后躺，你不是往他那个方向倾斜。这样。对。行，来试一下啊。咱仨人腿一定要绷上劲儿，绷上。来，一二走。走。呀，这上哪去了？怎么？你躺了不就行？他都躺地上去了，他没在我腿上。这是一个放心游戏，对，一定要让对方躺你腿上。咱再试一下，一个躺一个。啊，这样对不对啊？对，咱贴近点，来，对，一定要互相吃上劲，互相吃上劲。咱手也给点劲儿啊！好，咱先报警，走你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靠，你坐，这里不对，坐，不对，坐，好，对，坐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哎呦我的胯，我的老娘，我，反正坐了就完事儿了嘛。我们这边呢也是有奖励的，五个掷，三个人自行分配。五个积分啊？那石头剪刀布呗，输的那个人拿一个。什么？又石头剪刀布？那这个最公平了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来我俩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我拿一个，我拿一个。我俩人拿俩。好嘞。好嘞，有两个了，谢谢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谢谢大老师，这里可以做任务吗？咱们比哈哈吧，咱们现在应该没人乐得出来了。那哈哈要四个人，再哈一个。你带工具去玩哈哈，走哈哈去嘛，哈哈特别简单。哎，你要不要转职了？行，走吧。又来比哈哈了。你先告诉我一下怎么玩。这两个人面对面这样子，我说哈，你说哈哈，我说哈哈哈，你说哈哈哈哈哈，谁先说错，要么谁先笑谁就输了。好，开始吧。哈，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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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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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，大老师，是我们俩了。开始了，哈，哈哈，哈哈哈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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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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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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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输了，我赢，我比不了这个，都哭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受不了这个，都怕哭了。哇，你果然是哈人，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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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贴在脸上啊。好。这是挑战吗？是的。啊，他俩在玩，那我俩玩一下呗。好，小你来，咱俩玩这个。哎，那咱们能不能先玩五人的？五人是不是给的多呀？对啊，一二三四五。那你是点一个人？你怎么又把我踢一个？别踢别人了，我跟他玩一把。好了，你走了吧。我俩一人玩一轮。起来。好。那不然我们这三个人再刷一次。这个还能刷吗？能。能啊。可以。小贾挺住就行，就把腿放对方屁股底下就好了啊。往哪边倒、啊？放心往后躺，往后躺，往后躺。放心往后躺。来，一二走走。哎，快下来吧，快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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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。等一下。一。啊！撑住了三下了啊！撑住了三下了、啊，三秒撑住了。撑住了。那像刚才一样，五个。五个。哎，你们几个人啊？我们现在三个人，陪我玩一遍吧，我才俩。没有四个人游戏吗？有五个人的游戏，咱少个人，咱老师，咱去五个人游戏吧。太棒了，走走。这是挑战吗？啊，来来来，我讲一下游戏规则哈。我们这儿呢是一个成语游戏，我们四个同时说一个四字成语，然后我们每个人分别说其中一个字儿，然后你们通过抢答来猜正确的成语，最后猜出成语次数最多的人获胜。行，你们本身会带着新疆口音说话吗？不会吧？不会，不会，非常标准，不会，不会。好，来来，三二一，猜。什么？说啥？我喜怒哀乐。错，能再说一次吗？你们再来一次啊！好好，第二遍哈，注意听，三二一，起。我根本听不清楚。奋发向前，发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我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我对了。哦，我只是对你们一个祝愿而已啊。好，第二个了哈，三二一，圆。团团圆圆，炎黄子孙。错错。台源广进，对对对对的对的，不是奥斯拉奥斯拉，马文，门乌达尔努斯格贝，三二一，什么？拿到成功，龙马精神，对的对的，我们选的成语这都是那么简单的吗？来来，加点难度，朋友们，我觉得这个太容易了。好的好的，好，这个游戏还要再商量啊。三二一，加加加油启示，合家团圆，合家团圆。不对，不是，现在加减乘除。不对，那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第二遍哈。三二一，加加套加五加加五加。五加加套加五加套，要不然就下一个吧，好不好？下一个，咱们就说难度不用加这么大，就是感觉再也猜不出来了。没有没有加难度，没有难度哈啊。对，哎，咱们分工，咱一人敬一个，咱们再出来对字儿，要不然他们一起说看不出来。但这是个人赛哦，最后赢的只有一个人。没事儿，我们就合作了。好，来。好，三二一，天。你是什么字？我是天，你是什么字？我听见一个天。您什么？您什么字？差。好、啊，您什么字？我听这个千还是个七？千里之外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好，再说一次吧，来，来的来自，我盯住了，我盯住了。三二一，千。锦绣前程，繁花似锦。电话，他说的是话，我感觉他说的话。上。锦上添花。锦上添花。对对对对。我先说的啊，对，这是小明哥先说的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三二一，中，众，众里寻他，众瓜得瓜，啊，不对不对，再来一遍，第二遍哈，三二一，成，马到成功，功成名就，对对对对，你猜对了，小贾老师赢了。哎呀，公平公正啊！我怎么听到瓜子来呀、啊？我也听到个瓜子。有人敲鼓了，有人敲鼓了，有人敲鼓了，有人已经敲鼓了。
哇天，他都赢了。预备好。哇，怎么样？好，可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本次呢，有一个额外的想跟你说啊。啊，有额外奖励？为啥呢？他连试都没试，表现得特别优秀啊。然后在我这边呢，有一个心愿，我这边有五部闲置的手机，啊，给我换成新的。没问题啊。好，这五部手机。五部啊？对，五部手机。明白，我就帮你去换手机去。好嘞，在哪个地方能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OK， 那我先去看看。好。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，滴哒啦滴哒啦滴。你好，这是一个任务点吗？是的。完美完美，手机以旧换新啊。是的，先生，中国移动开展以旧换新优惠活动，旧机当钱花，新机轻松拿，快来看看吧。真的假的？别开玩笑，这么优惠吗？那在哪办理啊？啊，中国移动各大营业厅均可以办理，同时支持线上预约加上门一站式服务，就可以实现轻松置换。以旧换新，嗯，想换手机了，随便添一点就完事，就换个自己心仪的手机。是的。OK， 真的这也太棒了，手机以旧换新，就选中国移动，啥也别说了。好，那这台手机送给您，感恩。然后还有您的那个积分袋。是这意思吗？干啥呀？都给我呀。对，我的个妈，因为您完成了手机以旧换新的任务，所以这个积分袋可以送给您。真的假的？我集齐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所以说我开挂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谁也别惹我，就我想玩一定是能玩厉害的。几个我们要分的呀。没分，谁跟你分啊？这是我个人战。哎，不能抢的，不能抢吧？给不给分？不能抢吧？给不给分？等一下，什么？等一下他。哎呀，他抢！他抢你智。你七个了吗？哎，那有人敲了，俩人了，没必要做了。那就这吧。哎呀，咱俩真有线索了。古城呢？那儿呢？哎呀！古锤呢？两位现在可以去城墙上得到验证机会了。我知道他是撒谎，不知道自己是啥没用啊。那我问问自己吧。你的身份是分身。你小点声。你的身份是分身。我是分身。黄景瑜，你验的啥呀？我现在验完了之后，但你们有人要跟我分享吗？我跟你分享，我跟你分享啊！不，这我不能这么大张旗鼓说呀、啊。我绝对真诚的跟你分享，绝对真诚，绝不撒谎撂屁儿。来，我验亮哥，他撒谎，他就是分身，他非说自己是真身。我验小燕，小燕也撒谎，他分身，对，他非说自己真身。你是啥？不知道。没有人验过我，你是啥？我也没验自己，我只验一次。啊、嗯，没有人验你啊？我想知道小贾是分身，分身不止一个，肯定有一半一半嘛。而且我跟景瑜，我俩最后追击战，我俩肯定不能在一起。我知道我是分身，所以说他一定是真身。他拉着张一凡，张一凡应该也应该是真身的嘛。凭我的感觉，我相信杨浩翔。浩翔呢，希望我验一下张一凡。如果验出张一凡的话，很有可能很多真相就已经水落石出了。张一凡，张一凡是真身。张一凡是真身。是他又一次吹出了毫毛。今天我是孙悟空的真身。王景瑜叫了张一凡，叨叨叨叨叨叨的，肯定他就是真身。但我至少能相信小贾，我先上几下跟小贾套近乎，然后告诉他我的身份是分身。玩的真好啊！验谁了？玩的真好啊！我验的这个人呢，他是个极大的一个线索，把整个全局都串联起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啥事没有。真身也罢，分身也罢，谁能告诉我到底是谁？你是八戒，今天办的一点都没错，这是个猪脑子。
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极限挑战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各位，这里有为孙悟空设置的最后一道试炼迷城追击。自始至终，真身都希望自己不要成佛，他不想要忘记过去的一切感情和经历，而分身希望孙悟空能够成佛，达到更高的境界，不负西游这一遭千辛万苦的付出。所以分身想要代替真身，而真身则想要消灭分身。请注意，分身攻击分身，攻击者淘汰，分身如果攻击真身，则真身淘汰且真身转移。日落之前迷城追击结束，成与不成自会有定论。迷城中散落若干关于分身的线索卡，你们可以去找找看。走。来呀，呵，白龙马，干掉他们。是要打的吗？看起来不是有消息的人。这应该是个有消息的吧，砸的绿核桃。有消息吗，哥俩？就砸核桃啊，会说话不？这不用看啊，这是啥好看的？换一下。你真了不得。哎哎呀，喝，给我瞅瞅。哎，他找到消息了。想看吗？想看。那不要先吓我、啊。不吱声，不吱声。好好好。你仔细画面，那个人，然后呢？没了，没了。是啥呀、啊？没了，就是秘密、啊。哎呦，我天哪，这是个鬼屋，好吓人啊！这是个鬼屋。哦，是吗？应该没有灯，没有。走吧。李大主牛，明日啊，第一个是嘴碎话密爱对人，这大张伟，黄景瑜大张伟，有线索吗？有消息吗？你们这有消息吗？这个盘丝洞，这是只跳舞是吧？那我就不参与了。有线索没有啊？啊！妈耶！谢谢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当牛做马。妈呀！当牛做马。马就是黄景瑜啊，那都是线索指向黄景瑜啊，现在是个痴情种，痴情种不会是我自己吧？不噜不噜，鱼，哦，鱼，鲶鱼，所以他们俩其中肯定有一个。阿强，看牌了，我是分身，我知道，是啊，你也是啊，我跟你说别吱声了就行了，我见了张一凡了，他什么？他是真的。城中的黄石间验证房已经开启，每次需三人进入，这里不仅能够帮助你们清理身份，还会发放追击战的武器。投票去不去认证？走，我们三个去吧。走啊。二位让一下，三个人才可以认证。我们从那边走，我们从那边走。我怎么突然加入了一个帮派？为什么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加入的。清之时，孙悟空下定决心去除杂念，一心向佛，用两丝意念分身，将自己所有的爱与恨全部封印在了如意棒中。所以你们三个人之中，如果有两个人的身份是分身，那么如意棒就会自动解除封印，出现在你们面前。请你们手牵手闭上眼睛。啊，如意棒你们谁来拿？哦，是这个东西啊。蛇剪刀布，蛇剪刀布。啊，我出局了，我去了，走了。亮哥，
我为啥觉得咱俩是一伙的？啊？怎么讲？就感觉冥冥之中的感觉。你自己验自己了吧？没验自己。这样，你不管是啥，咱们俩珠联合璧，对，别人不敢砸我们。对，对面是假的拿票，那假的上去挡；真的拿票就真的上去挡。对啊。对面是你是啥？对面的真身呢？因为我是真身。那你俩为啥要在一起？因为我现在没嫖，我现在跟他还要合作。你假的，你跟他真的玩啥玩？他那贴着我呀。因为真身不止我一个。我严重怀疑啊，我们是两版《西游记》。什么意思啊？虚头四人是一伙，剩下这些妖精是一伙。你觉得是不是？我觉得不是。啊？我觉得这不是。要不你给我去呗。不是，如果是两版《西游记》的话，那两个真的是合理的。啊？那咱仨验一下，拿个瓢，谁拿？你们信得过我，那你们让我拿；你们信不过我，那肯定不能拿呀。那你们拿，我信你们。里面有人啊？谁呀？你们三个人当中，至少有两个人是孙悟空分身的话，你们会得到黄狮精发放的如意棒。两个人是分身？或者我也是？不是呢。那没准我是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是。至少两个，也可能三个都是啊，试一下不就行了？他们都是分身，对不对？至少两个，也可能都是。那，来吧，剪刀石头布。你换一个，这样我就知道我是不是了。对啊，小贾是吗？那就说明我们俩其中有人是，可以啊，有可能三个人全 是。说不定我也是。刚才，如果咱们再换一个人，哦，换一个人，来进，谁进来？该我们了。金鱼哥，快进来一个。来来来，再进来一个，快！金鱼哥，你来。谁先到谁得。我先到了。哎呀，让我参加一个呗。你不玩过了吗？都玩过了。没有啊，我们仨是组团来的。仨组团来的，搞了半天啥也没有，我真是服了。小明哥。哎，我们去验一把呗，验一把就可以得嫖。不是，是两个身份一样的人进去才行。张一凡，哎，来了。哎，你别去了，来来，进来，过来。别住，进来，不能，别去，进来，拿瓢，小心他敲你，不能去，不能去。怎么还你了？不，进来，你能信他俩？郭老师，快，我救着呢。为什么换你了？因为他们俩身份一样，我跟他们身份不一样。然后他们说想验我身份是不是真的跟他们不一样，就把你换了。他们拿到票了吗？我们仨拿到票了。那就他们俩是分身呗，就是这意思。那我们仨进。哥怎么样？我觉得你。我把票给你。我觉得我们仨进可能拿不着。你别跟他们进去，你跟我们。我跟你进去拿不到票，哥。走吧，我们进来吧，小明哥。再选一个人呗。我走，咱们仨进。我觉得啊，因为他是说啥规则嘛，是至少有两个分身就能拿票。我跟亮哥跟小贾拿了一个票，跟小严拿了一个票。我觉得就是咱们这取经这瓶吧是一伙的，然后他们那些什么八波奔波霸、紫霞牛魔王是一伙的。我今天奔波霸绝对不会抢你，我不要在这立功，我不搭你的。我想知道你最后一轮验的谁，你能说吗？验的你。我是什么？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验过我呀，我怎么知道？进去走啊！对啊，谁走啊，谁仨去啊？我们仨。你们仨去、啊？你们仨去？你们仨去？你看看，你们仨去？你们仨去？去啊！里面有人。你干啥？我就知道你要干这事儿。小明哥，你是分身，但我跟他，我说实话，我们俩是不是分身，我还不知道。必须有一个人是分身，也许是我，也许是你。进吧，你仨。我不去了。去了也不会给我的。为啥呢？他们都强迫的强迫我。请你们手牵手，闭上眼睛。啊，我知道了。
什么啊？你们知道什么？亮哥没说谎，我只能说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你是假的。我是假的。是，我告诉你啊。嗯。你是真的？我是真的。你验了？对啊。不是，你要敲我吧，哥？不敲，不敲。你是真的，这就有点精彩了，我天。那你完蛋了。我要被追杀了。我天，那你是分身呢？你不也是吗？你们仨刚才进去的，他们俩可能是分身，我是真身呢。现在有三个人就没拿到票了吗？没有啊，都有，好像都有，就无论怎么组合都是两个以上。嗯，他俩先走卡吧，去看看呗。他俩核桃砸完了，砸完没事了。哎呦，先走卡。胆小如鼠，这差不多跟分了吧？那完了，那都是分身。